如果你们愿意挑战的话，好，我还是给你们看一下。如果你们愿意挑战的话，我这边其实已经写了一些手机号码编辑，我写在这个地方，写在这个地方。你看，光是第一个，光是第一个啊，那个 sales 20， 然后怎么写？怎么写？好，其实太复杂了。写到最后，我就觉得，因为 C2 一定要改成 sales 嘛，所以干脆不要这样写了。我先把这个档案先另存，存成这个启用聚集的活页簿储存。那为了不影响，我就直接在后面加一个今天日期1013，然后储存。我现在是不是要写这一格？这一格是第二列的12345678910，第十格，或者是你就记第二列的第 J 栏，也就是 J2。我现在呢，我先随便去录制一个空白的聚集，这个聚集叫什么呢？叫做手机号码。然后加今天日期1013，然后点选确定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开发人员聚集这边停止录制。好，我们去修改一下，现在这个聚集是空的，我们要在这边写这一格嘛，写这一格手机号码，所以怎么写呢？所以我们是不是写等于说 sales 刮胡第二列的第，你可以这样写，或者是你写第十栏都可以，等于什么？请问第一件事情，我是不是要直接写这个部分？写这个值要加零，就是C2 这个值要加 0， 所以怎么写呢？所以是不是变成 0， 然后 and 空一格，再加上 C2， 所以呢，在这边是不是写 sales 刮胡 2C？好，你看一下哦，假设我们先做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去执行一下。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哦？它并没有把这个零带进去，那是因为现在暂时这一格是什么？阿拉伯数字。可是当我们再继续往下写哦，我是不是要写一个 and 的符号？所以空一格 and 空一格两撇减两撇，就是我现在这个内容呢，现在这个内容等于零，然后910一条横线来去执行一下，有看到吗？然后接下来呢，我是不是要去写地区码？地区码原则上是不是我们先把这个 D2 写进去，也就是 and 空一格 sales 二逗号，这样子呈现的结果呢，执行它就会变成 0910-123。 可是万一假设这一格是 13 好了，假设这个是 13， 当我现在去执行的时候，它是不是就变两码了？所以我不管它变成几格，不管它这边是几码，我都要呈现三码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是不是要把这个内容呢去做修改，用 format 来去撰写。format， 然后接下来这一格的内容，然后改成三码。
所以怎么改成三码？零零零，就是我不管它是几格，我不管它是几码，如果它现在是一码，它也会变成就是三码。所以这一个的函数它叫 format， 我们现在来去执行看看，这样一个 format， 你去执行一下，有看到吗？ 0910013， 所以假设我把这一格改成什么呢？改成3好了，你看这边是不是改成 003， 这是我们用以上来去写的，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去重新执行一下，这边是不是就变成003，这样是不是方便多了？再接下来空一格写一个 and dash 符号，空一格 and， 我是不是要加 CDE12 这一个了？ Sales 12，然后接下来请把它 format。定义为3码，所以 format 刮弧逗号000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是不是等于说那个编码的部分也定义好了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去执行一下，现在是不是这一格就算完了？算完之后，你有没有发现到我现在我用什么？Sales 来写嘛，所以到时候是不是2全部换成变数，2全部换成变数，然后到时候是不是很容易的来去从头到尾连续执行完毕。好，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先了解哦，原来的这个地方啊它是怎么写，多学一个函数可以快速帮你解决，就是刚刚这边我们又要用 if 来判断长度是多少，有可能是0，有可能是1。那请问一下，如果万一这边是空值的时候呢？如果万一这个地方这个值，假设啦，这个值是空的，比如说 delete， 它在这个地方嘛，它就会产生错误了。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，有看到吗？0910，然后这边就变没有东西了，就是没有东西，它这边当就呈现没有东西，它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就先暂时做到这个 1,2,3， 然后执行一下，先做到这个地方，等一下我们再写一个 for， 整个就结束了。好，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写这个手机号码。